为了让更多的实业家、有心人士以及农董了解慈济，我们举办的匠师生活营农董联谊。我去年在我太太的鼓励下开始参加慈济的活动，那这中间使我更对慈济更加的了解。那从三立茶园里面，我看到了慈济如何的善待土地，那对环保工作是怎么样的努力。那内湖的环保站里头，让回收物能够分类再利用，那也在提醒我们真的要珍爱资源。那很惭愧，自己感觉上对环保工作做的并不多，那我想我今后会努力尽量让做好分类，让垃圾减量。那我就发愿从我公司开始做起，感谢，真的感谢慈济让我能有检讨和再教育的机会，感恩大家。这一回来也是看到了许许多多，那有教育界的，有实业家的，那还有呢环保菩萨。总而言之呢，一个社会的完整啊，总是高高低低啦。像大地呢有大树，但是呢也需要有小花草哦，这样的世间呐、啊、才会美好哦，那也才是呢我们人间呐、啊、那最好的方向道理啦，道理呢说不尽呐、啊，听到的呢都是呢我们社会人间不可没有的。那总而言之啦，都是在时间的过程里哈、哦。不过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他 的理想看法，所以啦，有各行各业的成就哈、哦，这都是教育也是一样啊。想到了在南回，看到了他们哈、哦。知美很多事了，我都容易忘掉，但是呢这种在非洲系统的慈济人、哦、他们的生态永远都是烙记在我的心脑里、哦、他们知美啊，他们为了要来上课啊，大家呢很遥远的地方，那这暗时刮落，一定呢要参加明天的早上的课。他们从下晡时地里行，行到吼、哦、暗时到了，他们就地呢躺下来就睡了，等待的明天的课。我听了很感动。那。当然呢、啊、还有呢很高尚的这种坐飞机专机，他自己的飞机那来停在机场里，光是呢停机会啦，一天隔夜总是要花美金千多元，这都是、哦、同样一个虔诚的心。有钱人，有钱的人，他能这样的专程专机来到台湾，我很感动。看到了那样穿了那个拖鞋拖鞋啊，两支镜头啊，夹着这个手拎的拖鞋，他们呢、啊、彻夜从昨天的到达我们的那个联络处，他们到了要等天亮，还没亮之前，他们就地躺着就睡，等待明天，这都是同样一个虔诚。富与贫差距这么远，可是呢
真正的整个场面呢、啊，看来那就是平等之美，最令人感动。有钱的人来，阿妈是赶快在迄个场所，他要进来同样要脱鞋。那无钱的人穿破鞋啊，他来啦来啦，还是同样啊，脚也是拖着迄个拖鞋。到了外面，一条索啊看起来，每一个人呢、啊，鞋子不管你是真高贵的鞋，或者是呢破去的拖鞋，他都是同样到了那一条线。都一定要脱起来，不分你是富或是贫，虔诚的真理是平等的，是看到了那一种平等之美，很感动。这才是呢，人间之真实之美。这一年，我们整个北区的荣农团队哈，其实一直有对于慈青跟社青的偏乡发展。哦，还有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文化交流，哦，我们都是在幕后哈，给他们给予陪伴，那也是出钱出力。那还有说对于国际赈灾的毛毯装货柜哈，还有这个辅具环保的，我们都有号召年轻人一起投入。哦，那猪上等等这些的哈，都会看到我的身影哦。那我认为身为一个接引者哦，自己如果没有参与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那新接引的菩萨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排他的位置啊，因为每一个人适合的都不一样啊，所以弟子是能够尽量参与的都尽量去参与。透过精湛演绎，让我感受到真的是不一样，那个五毛钱的力量，让我蛮感动的哦。像今天早上去菜市场就看到，哎。原来五毛钱，那竹筒文化就是这样开始的哦，让我感觉大家往同一个目标、同一个信念在做一件事情，竟然发挥如此莫大的力量，让我深深的感动。虽然我过去我没有办法参与，我不晓得会不会从一个慧根长一些知识，让自己有一些微小的慧根慢慢的萌芽。各位龙董菩萨。龙董不是人人都很有钱才叫做龙董，我也不爱秋葵那一种，我很疼惜他，真手给揪来哈啊！你的手那这大粒，这种骨折啦，还不爱秋葵哈，这拢一粒一粒，迄种妈妈手、老婆化的手，真的很漂亮。他就是这样，不知道呢，靠着他的双手养了多少孩子，孩子们呢成家立业，事业成功，他还是呢愿意在乡下，在家里，他还是守了舅舅的祖厝，这样孩子在外面真成功，但是呢他还是呢去做环保，所以呢，我看到迄只手啦，伊就讲师傅，我的手真歹，我就甲讲，最美的这一双手，你成就了你多少孩子成功，你安尼阿个修伫这个乡下，同时呢还在做环保，所以吼、哦，师傅真。疼惜这两只手，那种最美的心念，加他的行动，真的值得我们疼惜。尤其是哈儿女啦，对，安尼诶，老爸母哈，嘛真正有时间要多问好父母，或者回乡下。看看父母，哈，这就是人性之美，最美的啦！啊，囝真成功哦，啊都啊，你的真好命，你的囝真友好，常常看伊，当爱看你，他都是以儿子呢成功的孝顺哦为荣，他就会
很欢喜。总而言之啦，人世间的美是美在这样的爱，爱惜物命，爱惜普天之下呢人与人呐、啊，何况呢自己的父母，所以呢，这种是爱的大道理。尤其是哈、哦，环保菩萨这种无分贫富啦，重视呢道理。这爱的团体里，哈，这我想是人类的最大的价值，哈。时间可以成就一切啦，时间呢无好好利用，哈，那就是空过时间。为大家祝福，以善以爱呢，是最美好的人生。祝福大家，感恩。